通往巅峰的大道，真的蕴藏在这些图画中？他们都是虚拟宇宙公司，乃是人类族群的至宝。你之前所见都是我的幻身，而某些来自落后星球的劣等人种，自然不能相提并论。他对衍生灵的操控到了哪种程度？那是幻灯城一亿年前的往事了。将来我必成不朽中的最强者。